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一个月一次的《你指定我就玩》系列，这是第十集啊，这集是第十集。那，哦，沙小，不是僵尸哦，我的天哪！啊，那我们就先跳过。好，终于不是我当僵尸了。刚刚上一把也是我当僵尸，我的天，都还没有来得及介绍这次要拿的武器啊。这次要拿的武器呢，就是STG44配上暗黑机乳鸽，就是可以一发毙命的乳鸽，然后搭上这个银刃以及我们的电浆手雷，啊，电浆手榴弹，相当怪异的一个武器搭配。对，那这把暗黑机乳鸽呢，应该就是我们这一次影片中比较有可能杀到僵尸的一把武器了。啊，靠赛玩游戏啊，我们来试一下。看够不够塞，只要有一个什么烟出来，好像就是必杀，是不是？必杀弹，我记得啦，印象中好像是这样。就是，等一下看就知道了。然后触发几率其实真的就是看人品，个人觉得蛮低的。我刚刚好像有触发，但是没中。触发还要打中哦，就很难打中，有时候会泡掉，这也是没办法。我的天，下面有人啊，下面有僵尸啊，兄弟！哦，所以秒杀，我们就拿这把玩就好了。这把是我们唯一可以杀僵尸的武器了。我的天哪、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要去跟圣盾在一起啊，他可以保护我们。啊！啊！你看，跟他们在一起，稳稳的，安全，好不好？安全。来，必杀鲁格，必杀鲁格。哎呦，黑洞，水，黑洞 ，nice， 黑洞 ，nice， 黑洞 ，nice。但我还是没有收到。来吧，欧气爆发。哦，水 ，nice。这把只要够欧洲啊，就 OK 了，轻松带走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这样真的 OK 吗？应该是 OK 吧。我下面有圣盾，应该是不用太担心了。完蛋！完蛋！完蛋！要靠这两把圣盾了，兄弟们，保好我啊！暗黑基鲁格要收肉了，远距离收割啊，靠赛玩游戏啊！啊，这个几率真的是，子弹都要没了、啊。打那些比较大只的，比较好中。哇哇哇哇！啊，干，刚有触发，可是没中，可惜了。剩八发，命运的八发，剩四发，没了。哦 ，nice， 赢了一只。看我一个，完了，各位们，我要死了，18助攻，谢谢大家。这一回呢，我们拿个 STG44 吧，我们拿这把加8的二战系列武器。那银刃呢，应该就不是二战了，反正不管，我们这回拿这个 STG44， 看一下能不能搞到一颗头啊。哎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天儿，老天儿，飞起来！哇操！这野房这都是鸟哎，真的是鸟人一堆。西曲湾扛把子 BOT， 这不用理他。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那些鸟，鸟人很烦。有肉，有挂机。收，没收到。来，这里还有一个拔地啊，拔地，轻松带走一个助攻。啊，远距离靠赛玩游戏，赛不到，完了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溜一下，圣盾救一下，拜托啊，拜托一下吧，拜托啊！哎，干你你啊！哎呀，来，对，过来，哎呦，哦，
会呢，这些人，这个多飞几次就稳了啊，多飞几次就可以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你看，哎，泡了泡了，哇，黑洞，双重黑洞，弹珠台，真的是，来直接冲，又有这个英雄，操妈的，哎呦，这英雄应该惨了，大惨了，下去。给我搞事啊啊！再给我搞事啊！不救队友嘛，啊、不救队友嘛，打挂机嘛。如果炸不上去，用那个，可以 ，OK， 我就知道会被打飞。哇，血量真的不够多。没事，至少也是抓了三四个了，三四个有了。哎呦，靠腰！啊，差一点点。反正如果是单纯拿这把赌格杀人的话，其实算是蛮简单的。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点挑战，就是用这个 STG 试试杀人，就是我们本集的最艰难的挑战，好不好？他的伤害甚至比一颗手雷还要低啊！来，先丢一丢，哦，伤害蛮高的哦，908滴啊，炸一炸908滴，算高了。看能不能让我赛道，让我赛道，拜托，让我赛道。虽然我不是很喜欢一直归这个点，但没办法，现在外面都是鸟啊，鸟人一堆啊，真的是没有办法，一堆飞来飞去，按两下去冲过来，我不找这些圣盾仔，我要找谁？没人救得了我啊！点掉，看能不能点掉。所以这把真的是恶心耶。随机哦，靠赛玩游戏的武器。来来，哎呦，下面有鸟人。Nice， 各位。哎呦，我的天，圣盾保护我，圣盾，很棒，优质队友，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圣盾啊。这胖子是要死了没啊？这一大堆圣盾阵。上来才怪呢！不要离圣盾太远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是不是要去捡一下补给？但我觉得我要死了，我要去捡补给了。没看到我，没看到我，丢一下，再回去，下去。啊干，没子弹，完了。点，爆，给我一个机会。哇，没机会，他不给我机会啊。我觉得我这把应该是真的杀不到人，打个游击试试，看一下在这个充满鸟人的世界里，这个打起游击会怎样，会是如何？会是，哇操，等一下，他妈的抗僵子啊，等一下。他触发那个属神的 bug 啦，游戏漏洞啊。他抗僵子啦。这我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，真的不行。隐身的，怎么跳下去了？怎么了？会怕我吗？不太可能吧。来看能不能撑一只，帮他掩护一下，稳定输出，看一下。啊靠腰嘞！他妈的都是臭狗是不是啊？直接抓掉，来一个跳，直接飞，抓掉，哇，收割真爽，我也想收割，下去，收完就下去，乖乖下去，操你妈，他妈的，这个不拿圣盾出来你就得死啊！好，终于来到最后一局了，那我真的觉得这把是没救了，这把武器呢，我个人认为是完全杀不到僵尸的，应该说几率极低，打游击的话也有一定的危险性。来打一般比较实在，虽然说打一般可以，但打僵尸就是很低啊，没意思。大家打僵尸基本上都拿神器了，就像这把展开光翼的牛神，16000，情爱巧克力，来吧，捅你一刀，尾刀怪，再买一颗雷 ，OK， 丢两颗塞过去。直接开六，可以收掉吗？
走不掉。哇，别人拿一把刀在那边挥都比我屌。能不能收掉？拜托啊，给点机会兄弟。哇，就这样炸掉了，快啊，只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好了，差这个任务了。应该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，我要等他红血。OK， 开掉。干你老师被补掉了。完了，这下真的没救了。哦，这次挂机，挂机可以，挂机可以。我们可以杀这个挂机的，他其实也不算挂机，他有在挥手，他在挥手开镜，他不算挂机。好，那接下来玩，我们真的要趴了。不是啊，那些鸟我真的是拿他们没辙啊，挡不住鸟啊。鸟怎么挡啊？我真的不懂，鸟怎么挡？我这把 STG44到底要怎么挡鸟？没事没事，剩下的40秒啊，我们就乖乖待在这里。圣盾的旁边就没事了。那至于 STG44的击杀呢，就蹭蹭助攻，看看能不能运气好摸到，就这么简单。OK， 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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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太少！哎呦，白痴，谁把黑洞设在这里？脑麻耳是不是啊 ？Oh my god！还好有圣盾，不然真的是往生。好了，结束。这把试了那么多局，真的是杀不到僵尸啊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你指定我就玩系列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如果你想要投稿下一把使用武器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YouTube 社群那边。我在这部影片发布出去之后，会在那边发布一则贴文，你可以去那则贴文下面留言你要我使用的武器。好，那我一样会挑选出最高战术的人，那大概就是这样，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。